他能够占领这么大地盘，这么长时间，创造这么许多东西。他修了宋史、辽史、金史，另修西夏史。传说有这么一个古国，这个古国有文明、有文字，就很远、很远、遥远以前的事儿。 没有西夏，没有大夏，也许就没有我们西北地区区域文化现在这个样子。这是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的、具有这个神奇色彩的猜测。一个神秘的民族，尘封千年，它的密码鲜为人知。 一个消失的王朝，创造了璀璨的文明。游牧出身，却尊孔子为帝。马背上长大，但信奉儒家文化。高大的土堆矗立在贺兰山下，深埋着一个民族的信念和理想。 他们渴望为历史铭记，但命运总是神秘莫测。历史充满了扑朔迷离，这是一个被遗忘的传奇，这是一个绚烂而悲壮的中国故事。神秘的西夏。